身老缺动静是吧？有点累了啊，等一下唱完这首我要休息一会儿了哈。谢谢汉堡包。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，后动心的又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，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，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？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，你隔季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？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呢？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。为什么爱你的人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被我蛊惑。好好不行啊，不行啊。谢谢各位观众，我们的赞赞辛苦大家一下哈，辛苦大家，我们再点到尽量点到300万的赞。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，后动心的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，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，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？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，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？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到你的心呢，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。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呢，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被我蛊惑？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呢，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。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，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被我蛊惑，还要被我蛊惑。掌声在哪里？抖音。